中国曾经流行过一个节目叫什么呢？实话实说。这个崔永元也曾经因为这个综艺呢，清谈节目呢，可以说是大红大紫。所以中国人民对这个能实话实说的这种节目呢，是非常感兴趣的。所以我最近也是，因为我这个节目呢，有很多这种清谈评论方面的这个视频的啊，有很多很多，我估计是从中国翻墙出来，翻过 VPN， 然后能看到我们美国的这个 TikTok， 所以他们感到耳目一新的，所以他们觉得真的是听到了真理的声音啊，真的，所以他们很感慨，他们说，终于能够在 TikTok 上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，而不是像在中国国内的抖音那些说都是乱七八糟，不可想象啊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点我很感到欣慰。但是我的立场，我首先要说清楚，我的立场绝对是支持祖国统一，拥护中国的这个政策，对不对？我是一个爱国的华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中国人做的是符合他们国情的，没有任何挑剔的这个政策。不管是就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呢，虽然被外媒就是污化成这个集权制啊，什么没有自由没有民主，我觉得那都是扯淡，对不对？民主和自由是相对来说的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，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这个政策呢，那要看人民的满意程度。在这次质疑中可以看得相当明显，中国人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满意程度是100%，而美国人呢，自称民主自由第一的美国人对美国政府的抗议水准，尤其是川普政府呢，可以说是0%。这就是看出了这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有千秋啊。所以呢，在中国也许他受到一些言论的一些限制，但是你知道进什么门说什么话。我要是在中国的抖音开户头，当然我开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会说一些就是说很有限制性的话，但是我不管是在中国的抖音，还是美国的 TikTok 上，还不管是在 Facebook 上、Twitter 还是 Instagram 这些任何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上，我的宗旨都是一样的，维护中国在世界上的名誉，对不对？为我们中国人说几句真心话，对不对？拥护祖国统一，对不对？做一个中国人是很自豪的事情。永远不要诽谤中国，永远不要污化中国，和这些坏。